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一节，看耶和华好地康熙变作爬远，搁将大地平连断，好徛起的百姓四散。迄时百姓怎样，祭司也怎样，奴仆怎样，主人也怎样，奴婢怎样，珠宝也怎样，买米的怎样，卖米的也怎样，放债的怎样，借债的也怎样，摕利息的怎样，出利息的也怎样。地要全然空虚，尽拢趴远，因为这个话是耶和华讲的。四节，地面悲哀衰退，世上腐败衰退，地面踮伫官位的人也腐败，地予迄顶面徛起的百姓拍拉散，因为因犯着律法，废无律例，违背永远的约，所以地予咒诅吞灭。徛起伫迄顶面的显着有罪，地面徛起的百姓受火烧，所村的人少少。七节，心的就悲哀，葡萄树毁坏，心内快乐的拢总脱开，怕过的快乐静静，厌恶的人的声音拢煞，单琴的快乐也静静。九节，人未得到饮酒唱歌，饮到酒的要正做苦，怕远的声已经拆毁。各间厝拢关门，予人拢袂得入去。十一节，伫街路，因为就有悲哀的声音，一切欢喜变作黑暗，地面的快乐拢无去，城内只有爬远，城门拢毁坏。伫地面的万百姓中，要亲像拍过了的橄榄树，佮亲像已经烂了的葡萄树所剩的一样。十四节，遮个人要出大声欢喜嚎叫，因为着耶和华的威严，对海遐来嚎叫。因为安尼，恁都伫东方荣耀耶和华，伫正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。愿听起对地的极头有人唱歌讲，应邀归地去的人，总是我讲，我消灭啦，我消灭啦，我有在的啊！开债行开债，开债大行开债。十七债，地面徛起的百姓啊，惊吓喊起，落网拢啉到你，闪避惊吓的声音，要拨落喊起。对寒气起来，要予落网甜着，因为天顶的窗啊拢开，地的根基也震动，地全然破坏，尽拢崩裂，大大的震动，地要东倒西歪，亲像酒醉的人，搁摇来摇去，亲像吊床，坠过荡荡地阴，立刻倒落去。背位高起来，第一站到迄日，耶和华伫悬的所在，要激发悬的所在正军兵；伫地面，要激发地面的列王。因要受聚集，亲像凡人受聚集伫罗格，也要关伫加罗来。这节日了后，就被讨罪。迄时月亮要见笑。日头要落开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要伫锡安山，伫耶路撒冷作王，伫敬畏伊的长老的面前，要有荣耀。